OK， 兄弟们大家好，我大炮，今天继续给兄弟们解说我们华三周的一个比赛，这边也是星期五的一个华三，观战番的话依旧是我们对吧比较喜欢看的一个华三无法系，这一把对战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华三的一个三公的一个队伍，两边的话一个鸟镇打观战番的一个天镇啊，天镇的话小克鸟镇5%，对面的话是一个华三加地府的一个常规的一个三公的一个队伍，我们来看一下对面怎么选择。就第一回合对面选择起鬼眼，没有选择小死丸挂，我觉得第一回合不挂小死丸可能后面没有机会了呀。我们来看一下观战方式，选择第一回合五个法器一起取秒呢，还是选择先起流进加密润呢，就这个比较考验指挥啊。对面反正第一回合是选择飞机对吧，对面的话先起鬼眼对吧，想清一下观战方的一个配速。观战方的话看对面飞出来这个数据的话，观战方好像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好像也不是一个全魔加点了，人物看起来可以，对面好像有点对吧，飞不太动。化身的话，对面第一把没有拉金丹，这个是一个败笔。化身第一回合选择奇塔，我跟兄弟们分析啊，这一个操作啊，化身第一回合选择奇塔，就是怕第二回合接不了罗汉。就如果说观战方取秒，第二回合化身是肯定够愤怒的，就愤怒只会溢出。只会多不会少，就所以说的话，我觉得第一回合打盾或者是金丹会比较好。OK， 金鸡五要点化身，两把金鸡五加三把群秒，真的没了。OK， 两把金鸡五三把群秒，还没有秒到地府，秒到地府一把，还要秒一把地府。哇，这伤害太高了，兄弟们，这哇，我跟你说，地府一速可以辞了。下一把第一地府词了，兄弟，地府词不词没机会了。 OK， 对吧，没有小死丸中没有关系啊，宝宝一个拉一个顶或者是龟速直接拉就行。对面是100%要词，我跟你说对吧，直接词，哇，慈禧三个地府词的话，但是挂不了小死丸，就所以说的话，对观战方的话也没有特别大的一个威胁啊。观战方只需要拿龟速拉一下我们这一个倒地的一个法系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回合的话，又是有五个法系同时能够出手。哦，观战方还有小李残刀，哎，没有叫炮哥指挥啊，叫炮哥指挥的话，这把小李残刀是肯定不可能笑地府的，对吧？三公队伍的话。基本上地府都会有词，就没有地府是没有词的，好吧，化身可能不会有词，但是地府是一定会有词。 OK， 观战方的话，魔王在选择起牛镜，因为牛镜的话有感知的一个效果啊，所以说对吧，指挥的话也是没有贪伤害啊，先起个牛镜闻闻，因为对面的话有地府，观战方是没有地府啊，如果说不起牛镜的话，对面一直出龟速跟观战方打四战的话，观战方应该是打不太过。OK， 对面的话化身接了一把罗，有鬼眼的接罗汉还是舒服啊，宝宝全体都盖罗。飞机，哎，其实观战方这个队伍的话，真的就只有那前面。五回合，我觉得观战方前面五回合伤害挺高，打到后面的话，因为本身对吧，法系速度就比较慢，而且开天阵速度更慢了，所以说也不太好打。对面地府有异速，观战方没有地府挂不了小死丸，我觉得对面无限磁也可以啊，对吧？对面一直磁寒观战方，我觉得也不太好打。我觉得对面。无限磁保化身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一把群秒他妈全倒，真他妈磁个焦二。第三回合对面还是磁寒过一次，对吧？只有一个单位了。化身第一把没有拉金刚啊，没有拉金刚的话，连拉金刚的机会都没有。
现在唯一能够解救的一个局面就是要出归宿，出归宿拉地府，让地府辞，能辞还是有机会啊。OK， 棺材饭的话，指挥的话也是起牛劲。魔眼滔天，宝宝有哦，宝宝没有神，打出最低伤害，有神。这边应该是个归宿吧，归宿拉地府，地府吃，归宿拉地府，地府偷就吃，还是会有机会啊。哦，夜舞倾城没有打掉，兄弟们可以看得到啊，棺材翻不是那种无脑的那种三攻啊，我跟你说啊，这种夜舞倾城的破对面慈寒的这种战术啊，对吧，法系笑里藏刀啊，我跟你说套路很足的。棺材翻，我跟你说，我是看棺材翻比赛看了很久啊，棺材翻他妈的还有词啊，法系还有词，真的兄弟们，这一把比赛的话不太好说，就不一定是棺材翻赢还是对面赢啊。对面我跟你说，斯多你飞机完之后的话要出顺法或者是归宿，还是要吃，只要地府有九，一般这种三攻对伍的话带四个九很正常，四个九的话就等于说还能吃四把吧。我也笑笑，就三个法系不可能把对面全秒崩吧，刚刚吃起来了对不对。 OK， 三个魔丸在同时起牛劲，地府没有死啊，风云变色，地府倒地，斯多尼倒地，没有倒地的单位可以出宝宝吧，对不对？对面出春法，斯多尼要补归宿啊。OK， 应该是归宿吧。这个时候好像斯多尼出的是宁波城，好像是出的是一个千术啊。前三面，我们来看一下四号位的那个，有棺材翻也有词，真的牛皮。我妈话没说完，真的。就对面永远想不到棺材翻无法系居然还有带慈寒的，真的兄弟们，真的哇，这秒的真的不带人秒啊。对面四号位是一个超千数，不是一个归宿啊，那棺材翻三把牛进那起不来了，比赛八回合结束了，对吧，有金青有慈寒有笑里藏刀，真的猛，一把三位生活，对吧？这边的话还有那种夜罗刹，对不对？比赛结束，下期视频我们再见。